lost inside your head. But now you are thinking that your thoughts may disappear. Why do you ponder? Just crawl inside your bed. Sleep till the morning, love, let go of your fear. In there.想知道你和他的缘分指数吗？发送你的姓名加心仪对象的姓名，例如郭靖加黄蓉，到10082588，就可以知道你们的缘分是否天注定哦。朽木不折，缘深缘浅，不可强求。锲而不舍，也没啥子用。恰似孔雀，东南飞。没啥子用。我祝福你和晨曦。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我说的是那种普通的朋友。就这样吧。还没跟你说生日快乐。我今天很快乐啊。你为什么快乐？因为你给了我最好的生日礼物。其实不用客气，主要我老汉那里有的是。对了，他是不是有女朋友？谁？那个刘。哦，我大哥。他原来是有一个女朋友，也不知道他走出来没有。真的？他有没有和你们说过？他从来不跟我提这事。哎，对了。你还没说猪肝好不好吃啊？好吃。苍苍，君不可。
着我为你找一份爱，红红烙印尘埃藏冬暖。秦哥，来是我同学安安，一次对你很好钱。别给看都说说是，不要带到你这儿来。秦哥，你是不了解他，他人蛮好的。快点走。秦哥他一直都比较酷，从小就这样。你放心，接触下来就会发现他人很好。今天很晚了，我们下次再来吧。叫啥子啊？叫俊俊吗？他想喊我啥子喊我啥子。那他喊啥？哎，没事。哎，我来吧。没事没事，吃吃吃。反正转过来我教你，小面的正确吃法，把腿踩到板凳上。脱鞋吗？随便你。裤腿拉起来，手架上去，抖起来，面端起来，边抖边吃，像我这样。好吃多了，好像是。
我也不会吃这个，我不吃了。哎，误会，咋能给出来？哎，你走开，走开，走开！好烦啊！哎，哥，我明明打我了！哎，哥，走，哥，哥，走，走，走！哎呀，哎呀，哎呀，快点！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呀！怎么了？我见到他了。知道，我说他怎么样了？还是你想象那样吗？那些人在我眼里都挺复杂的，有点担心你。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担心过？你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等我一下，我马上就来。小心水坑啊！哎，又是你！哎，最近都是出双入对了。以前也没形单影只嘛。哎，那个不一样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不用说。哎。秦工，我来了。是哪个？我选的哈。巴适。真的我随便。大暴力。又是他。秦哥，你真的很怕同女人啊？那倒不是，一看都是好学生，老师喊我们不要耽误好学生。主要他还是新转学过来的，可能以前没见过我们那种。哎，老要缠着我，太烦。你不得是喜欢别个吗？啷个可能嘛？我可以一起玩吗？不可以。那点坏人多，你个人走嘛。我不是好学生，你也不是什么坏人。来，我敬你一杯。哎，你还会喝酒啊？我不和女儿喝酒。要不这样，你兑点绿茶。那我先干啊。哎，算了算了算了，喝啥酒嘛？好，秦哥，不喝了不喝了，打游戏，打。老哥。那点是男娃耍的，以后莫带女娃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哎呀，好了嘛，好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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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哎呀，青哥他不是不喜欢你，他就是因为跟你不熟，有距离，以后熟了就好了。青哥他还自己烤啊？谁？这就是他弟啊。他不是你大哥吗？怎么开烧烤摊啊？这个是说来就比较长了。秦哥当初专业篮球队没选上，父亲也得了重病，迫不得已就提前出来养家糊口了。原来是这样。什么？啊，没什么，只是觉得他好不容易啊。哟，又是哪条狗哦？一个人在这儿混熟。哎，我说这里啷个那个臭哎！又是你们，赶紧走啊！看起来像富家女嗦。管你啥子事！哎呦，富家女跟到你那种穷货，只能吃点烧烤。
可惜了。你算个锤子啊！这个年纪穷又怎么样？这个年纪穷只能说明他们不乱花父母的钱，反倒是你，看起来一把年纪了还吊儿郎当的不思进取，像你这种人应该没有人喜欢吧？所以和女孩吃烧烤摊又怎么样？没有钱又怎么样？我才不在乎。还不走？谢谢清光啊！哎，来吃嘛，很好吃哎。我昨天带安然去追风了，还见了青哥，他现在是越来越崇拜我了。狗哥可教之才，你在看你，米哥。小高，你说他和马天为什么高三还要转学？有问题。他们肯定是带着啥子目的来的。亮亮。哎。屠夫喊我来送的。哦，谢谢你们老汉儿了。客气了，拜拜，娘娘，拜拜。不过你那个送肉，你没看人家给你钱呀、啊？不过说了，那些都是 VIP 包月客户，钱早多。哎，那你们家包月好多钱嘛？哎，我喊我们老二弄个菜。你自己去问他。除了大力椒，我好敢跟你老二说话啊？一看就是坏人，每天都凶巴巴的。哎，今天晚上啊，又有肉吃了。到底是哪个送的嘛？哎呀，肯定是你们爸爸在天上派的活菩萨。活菩萨长啥子样子嘛？活菩萨呀，长得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我砸死那龟儿，要不要？哎，龟儿子，这送了没得？没漏噻。漏了。老子锤子，你信不信？没有，只是放心吧。是娇娇管嘛，来，给老子搞碗面。要得要得。要不要？老汉儿，拿两碗面。要不要？两碗。谢谢老汉儿。叔叔。谢谢啊。哥哥。啊。哎，娇娇。好像我只给一碗面钱噻，你给两碗的嘛？是不是哦？是啊。叔叔明明给了四碗的面钱，你咋不给我个秘密端一碗？对头，为啥子我没得？哎，人家娇娇就是贤惠。娇娇，做儿媳妇要不要得？啥子哦？你以为你龟儿子配得起别个娇娇阴阳怪气的？我是配不上噻，我老汉是乌龟王八，我是龟儿子，乌龟啷个配得上人类嘛？哈，哎，讲的有点道理噻。哎呦，娇娇，又是收一碗面的钱，端出去两碗面，他是不是不识数哦？高三了，能不能？
酸得很。我咋没看出来呢？你懂啥子嘛懂？别个那一碗叫爱情。爱啥子情嘛？他们两个早就说了是兄弟情。正常噻，他现在还小，还分不清楚啥子叫爱情。等有一天，他会遇到一个真正让他的心蹦蹦蹦要跳出来的人，他都明白了。我看是你在失春哦。你在干嘛？那三个人说要上天台商量大事，他们到底在干嘛？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喽！狗狗，天台冷过噻，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我们都站冷过久了。哎，还是你懂我。我是说如果哈，如果你喜欢上一个女娃，啷个办呢？所以说你喜欢一个女娃，你准备跟她表白，对不对？哎，这个啷个说嘛？打算表白？谁打算表白？表白谁？看口型。老狗要表白？这你也能看出来？嗯，你当真无所不能？也许吧。我也可以。是吗？那我们来试一下。来啊。啊。哼。安然很美。哼。是。都觉得安然美，安然哪里都美，美的狗狗都要给她表白。也有人要给你表白啊？在哪儿嘛？你当然看不见，因为你眼里只有你们家狗哥。那个事情嘛，我帮你想一下。不过我们可先下去不嘛？好，走，狗狗。我刚刚都听到了，兄弟一场，你需要你先看噻。嘿嘿，尖端。哎哎哎哎哎！啥子意思？狗狗没花钱就不能看了呗？那本私人定制。你啥子意思？说清楚嘛。那本只对陈圆圆。有人给你表白没？我懂，你不想说就算了，毕竟这是很私密的事情。但你要好好对狗哥。你为什么这么说？狗哥吧，其实真的就是条狗。是吗？狗都是很单纯的。你们在说啥子？哪里有条狗嘛？啊？七里香，你们听了吗？听了，特别好听。什么地方？换好久。放学要去哪？你要不去找青哥吧？好啊，走。哟，哥明明没表呗。哎，哎，哎。来了个弯，想累死老子是不是？我的错，我的错。哟，龟儿子，今天脾气有点好啊。不跟我抬杠，好像生活都没点动力。是不是哦？
耍朋友啦？其实也不算了。哎呀，怪不得老子这几天看你龟儿子好像斯文了很多。哎，老汉，你说啷个样才算跟女娃耍朋友啊？老子单身啷多年，身边的异性只得母猪，你问我？要是妈妈在多好。车票钱现在正好是国庆节。啥子车票钱哦？你问我，问哪个？谢谢老汉儿。哎，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啷个去？哦，我找得到，来，我送你，还远得很，来嘛。哎，师傅，那去那边好多钱？200多块钱不到。走嘛，走不走？哎，小伙子，这儿是东边，你要去的是西边的郊区，还远得很。啊，走嘛，哎，走不走？哦，不走了，不走了。哎，小伙子，你到那边是，这儿是东边，那边就是西边的郊区，那么远的嘛，走不走？哎妈！啊，群君啊！哎，你来成都了？你一个人来了？啊，我不是一个人，我跟我老汉过来的，我就想顺便过来看哈你嘛。你和你老汉来的？哎，群君啊，妈妈今天屋头来客人，有点忙。哦，没事嘛，你先忙，忙完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嘛。哎，好。哎，对了妈，我最近认识个女。对了，老板，不着急上菜，等人来了再上。好，这边人来了是吧？哎，
这么晚了，我出不来了。如果要去玩，只能明天了。我就是刚好路过，看你灯还亮着。你还好吧？我今天去成都看我妈了。见到了吗？没见到。她有了新的家庭，过得还挺好的。没事，你先休息吧。没事，我陪你聊一会儿。我还没吃晚饭呢，我现在去吃饭。你尝一下这个，好吃吗？好吃。那你先休息，我先走了。晚安。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也不去打个招呼。哎，狗狗啷个还不回来哦？我为啥子要理他啊？没得你嘛，拿去。哎，你少来这套。你那个爱人又带着我们狗狗去哪儿了嘛？这么晚还不回来？我在这儿坐了那么久，你看都不看我一眼。你心里只有你们家狗哥，我和老狗就有那么大的区别吗？有啊。什么区别？你比他高，比他帅。你一直这么觉得？全国观众都看得出来吧？我都系咁觉得。喂，有啊。阿姨，改天我叫你。哎，好嘞，你别走哈。阿姨，再见。啊。哎，乔乔，你同学都要走了，还不快去送哈？走嘛，送你。哎，你为什么只喜欢你们家狗哥啊？老子从小到大和他们一起玩，不知道还喜欢谁啊。那你知道什么叫喜欢吗？你懂啊？略懂吧。比如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女生很特别，
我就喜欢上他了。啥子时候嘛？记不清了。哎呀，那你回去吧呀，这么晚了。喂，你多问两句啊，你多问两句，说不定我就告诉你了。哎呀，你又不是不晓得，我是个大嘴巴。算了，一会儿给你传出去了，拜拜。我走了啊，啊！这么巧啊！你啷个在这儿？我放学瞎逛，也没有想到可以遇到你。你不上高考了噻？那跑啥子？我是想回家，但是这怎么走啊？啷个来，啷个回去？不太记得了。老公呢？他今天不在，要不你带我走一段吧，说不定我就记得怎么回家了。真麻烦。周末，青哥，你饿不饿？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如果你没事情的话。我有事。不是，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面馆挺好吃的。你真的很烦，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画？你喜欢打台球还是喜欢那个地方？乱逛都逛到这点儿。你没得事，我有事。我就想吃一碗面嘛，你忙，我先走。是不是吃完面就回家？是。我真的让你觉得我很讨厌吗？没有。那你凭什么凶我嘛？到底吃不吃面哦？还吃不吃嘛？吃。我家到了。啊。那我下次还可以找你吃面吗？再说嘛。走了，那下次见啊。你怎么在这里啊？他怎么在这？偶然遇到的。你是不是还在生他气？生你气吧。为什么？我总觉得。总觉得什么？没什么，当朋友的你开心就好，我还能怎么办呢？你好像很勉强的样子啊。对了，下个月就要申请出国了。说实话，你想出国念书吗？那你呢？其实我没想好。我也是。我现在很犹豫，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了，我不想出国了。就为了他？对，就为了他。甜甜，下个月就要申请外国的学校了吧？嗯。阿仁也会跟你一起去，材料好像都准备好了。嗯。你从来不用妈妈操心的，但这件事情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清楚吧？别耽误了。清楚了吗？哎，甜甜，那天我正好路过你们学校，本来是想接上你的。哪一天啊？我怎么没看到？但是我看到你跟一个女生一起走了，所以我就没有上前叫住你。啊，那是我同桌，和他一起回家，那哥们有事先走了，我就顺道带上他走一度，啊。干嘛？鞋子贵了不起啊？小学生。
都过来，晓不晓得啥子叫跑马拉松嘛？前半截如果一直冲，那后半截是不是只剩走了？一定要用最快的匀速去跑，晓不晓得？不动脑子，老子死都不管你的事，管好你自己。自作多情，你脾气不小啊！你是队长，队伍那么不团结，你没得责任吗？来到，带到大家继续练，我还有事，都不管你们了。哎，给我，队长，今天这个样子没法再练了吧？我还回去帮我妈，先走了。好饿哟，要不然去吃东西嘛？好嘛，去吃青哥的烧烤。那我也可以去吗？可以啊。那马田也一起去吧。喂，你哪边的？帮你促进队伍团结嘛。那马里几克吧，正好我们还要一起跑步，走走走。可以，都叫上，一起烧烤，一起跑步。走，好久没吃烧烤了，走。走吧。哎，你们说青哥为什么突然卖烧烤了？不知道，好端端的学不上了，去卖烧烤。屋里头出了事，不要说了哈。快点！你小心！我跟你说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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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哥！笨你！哎，危险！你凶了你！凶了你！来了！你们进来咋子？进来了才晓得一个人。我们帮你啊！还有人，给我打！我死你！走走，兄弟走，不用担心狗狗，哪个跑得过他嘛？哎，江姐，抢救！江姐，快跑！刚才那个女娃儿，哪些你问起就跑了，理都不理你。哎，你个哈巴儿！哈巴儿！起来，起来啊！起来噻！起来！起来！起来！走啊！都跑！站住！
不要看了哈，这里就只有一个出口，连后门都没有。这里是下半层。你为啥子跟着我？是因为我你才变成这样的吗？自己选的路跟你有啥子关系？我觉得那个样子很好。居然好在哪啊？自由自在，好生活。可是你才18岁。是我啥时候给过18岁？走，走，侦探们，走。带着我。不要再跟着我了。滚！帮帮姐姐你哈。你害怕吗？废话，哪个晓得外面的王人手里拿的是啥子嘛？哎，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安然无恙的出去，我们就一起拿马拉松冠军，为校争光吧。现在是关心那个人说吗？不然跟你还能说什么？好，为校争光，为校争光。如果老子出去了，老子以后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天天向上，严谨求学，严谨求学，攀登高峰，攀登高峰，团结创造，团结创造，创造美好明天。没得事嘛，没得事，早都过去了。你说啥子嘛？我跟他。管我啥子说？如果为你奔跑过的那条长坡，仍留着那年奇迹般的雪，那一句曾经划破天际的再见，也许就不会像大人一样誓言。快要拆迁的那一条熟悉的老街，如果能记得我们一起穿梭的身影，天高人要飞，海阔天高人要飞的夏天，也许就可以让遗憾与你我擦肩，就让松枝再次点燃那青烟，我们逆流而上穿过时间，在那天空下踩着花叶里撞碎生活的巨浪，张开双臂无所畏惧的勇敢，在那疾风中踩着暴雨里就算不会有彩虹，也想要做肆意奔跑的风雪，
微笑着问你一声啦啦啦啦啦，此去今年你是否还一样安然。反正跟他笑就行，你们来。哎，别录，好粗暴，好血腥，知道什么叫王者，根本不带死的。哎呦哎呦，两个怎么反应不过来？是淘汰吗？